筷子的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心里是暖暖的。那个什么魏王饺，你们都别闹了，闹什么？快！反正你自己看吧，师姐。高腿儿，就到这儿了。来，高腿儿。好的，跪下的时候，跪下的时候是稍微齐眉，跪，就是叩的意思。对对对对，刚刚在齐眉的齐，啊。